妈妈，你看，你没有来家去腿过吧？不了，认识。你真的是小心，连谈都不敢谈啊！既然你喜欢那种女生，你就去跟她在一起啊！你听得到我吗？回答我！如果我说我喜欢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干！我拜托你啦！你若无介意，你先甲边仔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活这痛苦好无？